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诗作《仰望星空》不仅成为了北航的校歌，现在还有海外华人自己谱曲在网上大合唱。来自美国、法国、澳大利亚、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参与了这首网络大合唱歌曲的创作。网友们透过互联网下载作品的曲谱与伴奏，然后上传自己的演唱录音。100多个音轨经过了多次修饰与合成，前后耗时2.5个月。作曲旅美音乐家笔名洛哥的武行健认为，这种新颖的合唱形式已经逐步得到音乐界的认可与关注，同时也让旅居海外各地的华人有机会透过歌曲来表达心中的情怀。这个歌的意义呢，就在于就是说，这个互联网呢，把这个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人爱国知识分子都联系在一起，大家通过这个歌唱的形式来表达，把邓动力这个词呢，用歌唱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这首由海外华人演唱的网络合唱歌曲《仰望星空》，近日在海外中文网站登出后，已经引来不少跟帖，反应热烈。凤凰卫视刘海平，旧金山报道。